大家好，今天帮朋友家一岁多的小宝宝做莲肉笼，顺便把做法也分享了。这里是一斤里脊肉和一斤鸡胸肉。15克白芝麻，然后搅打成蓉就可以了。其实跟肉松的做法是完全一样的，只不过肉蓉会打得更细一点。这个就是给小宝宝用来拌粥喝的，不但营养好有味道，而且容易消化。鸡胸肉丝的处理方法也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没有加入海苔和白芝麻，打得也更细一点。如果想做肉松的话，也可以用打蛋器打，它的肉蓉会更长一点。